哎。好了好了，末班了，现在已经9点了。谢谢谢谢。谢谢你，要直接跑来工厂，太有犹豫了。这把总不会输了吧？哦，干这个！我知道现在撞到头还可以继续跳，但是他刚刚已经掉到地上了呢，真的是。我想说他是有可能带传送还金针，他带灵七还没封窗，真的是，真的是带错技能。我觉得他没封窗是还蛮正常的，但是带灵七应该就带错了吧。谁不知道你要这样跳？你干嘛？你不要来干扰我的声音，可不可以？你走开！他那个空空空空空空空，然后干扰视线，我就不懂。你这样子遁土来帮忙我的用意是在哪里？你不仅没有足迹，然后也不会帮我扛得到刀，我就不懂你在那边耍憨是不是？有暴怒的样子。那你？你有底牌的呀！啊，他有底牌的，你不赶快直接切来一个闪现带掉我，你就这么甘愿被我溜这么多？还是你觉得你可以速抓我？自信给了自己重重的一击的意思吗？啊、哦！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，我要去上厕所。